论。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多闻本非过，多闻本来是三会的基础，就是闻、闻会、思会、修会。为何如来以本经中一再呵斥阿难以多闻为物？这有两层意义。其一，多闻本是三会啊之基，但须知多闻在修行中也只是工具手段，而非目的。若把手段当目的，变成舍本逐末，其以菩提道便止于此，而停滞不前，而以此为满足。如此则有属啊，如属他人财宝，自不能受用。然而又因为知解众多妙理与法门，会让自己误认已达到妙境，已通达一切法，因而以解作证。诸位，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以解作证就是懂跟证是不一样的，了解跟证量是完全不同的。以解作证是吧，产生这样的幻象，于是变生慢心，凡事不肯下心如实修行。然而实际上以所知的一切法中，实在没有一法可以真正派上用场，所以不仅境界现前时一败涂地，连日常中也常常灰头土脸，以烦恼障难境界只有挨打的份。挨打的份就是叫你不生气你还是一直气啊，虽不生气那个脸一看起来是洁面枪，洁面枪的是革命青啊，就卡住。所以啊诸位啊，你啊常常啊，诸位啊，你看啊，这个两眉的中间啊，这个啊印堂啊，常常有皱纹啊，皱纹啊，这边是常常眉毛皱起来，这个就是烦恼多。谁懂得佛法，你只有挨打的份，毫无智慧底下或者是缓急之功，对于烦恼障难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就表示说只有听经闻法是没有用的，要实修，要真说放下就真正的放下啊，说个性说改就真的改，这个就是实践家，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啊，这样你受益啊。其二，为了对显图物多闻而不悟实修之弊，佛特显威神，以神咒力加持而令摩登前女顿习萤火，顿证三果。这是因为摩登前虽盈欲炽盛，但他与阿难相比，并没有阿难坚固难破的妄想细论习气，因此爱火一习顿超欲界。反观阿难，则出货虽止，但细惑之疑正在无量，而出货虽一直，但是细惑却难断。莫说阿难有学之人，即使是富罗那及其他定性声闻，也都难调此惑。佛力加持，令摩登前尼顿证三果，用意在令阿难了知，佛虽有意成就于你，但你自己若不肯发心断除分别，即不能以如来的加持力相应，这几句可是非常重要。你想受佛的加倍吗？你想要阿弥陀加持你吗？想要观世音菩萨加持你吗？行就是怎么样，要肯发心断除分别，你才有办法佛加倍你啊。这个叫做学佛要先有正知正见，不要常常讲佛菩萨不感应，是你自己不感应啊。你没有感佛菩萨怎么应你啊？你自己都不在心经上下功夫，佛菩萨怎么保佑你啊？你知道自力的功夫有多重要，即不能以如来的加持力相应，须知如来加持也需双方面配合才行啊，不是单方面的事儿。而这配合相应的条件主要在于愿力，即是行者须有我愿断除之心愿910，而一切如来皆有本誓愿以加持成就众生。故佛咒加持摩登伽令顿证三果，即是在透露这个信息。为何如来能有如此之威神力？这完全是由修行而来，不是妄想言说细论境界。因此摩登伽尼顿证三果之力便更加凸显修行与细论之间的差距啊！所以细论不能当修行，听经闻法不代表你很有修行，所以很会讲也不代表你很有修行，要没有烦恼，从心中彻底的清凉，
这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综上两点，如来即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激将法来激发阿难顿舍分别失意境界，其能顿证无生。你看连摩登伽尼他虽然业障深重，但是他不悟细论，所以如来一加持便能顿超欲界生死。而你阿难虽出身高贵且已出家为如来弟子，但只悟贪执细论，若智不求度脱，如来神力亦莫可奈何，爱莫能助。这句可是注意看哦，若智不求度脱，如来神力亦莫奈你何，这个可要好好的看。一直想要佛菩萨加倍我们的，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烦恼啊，虚心谦冲自牧，不好好的改变自己的个性，佛也没有用啊。所以师父已经重复讲过，佛不在空中啊，在你的心中啊，在你的心中，你要好好的降服自我，佛自然就会显现了。说是他力，其实还是自力啊。这一点看底下，这一点当今之事，尤其非常值得我们引回戒禁。末法之事，不悟真修，只悟言说细论之文字禅，乃至掉几个禅学名词，或者是公案的口头禅啊，所在都有。这且不说，近世有许多佛学家提倡佛学的讨论、研究、考据，成为学术。且具比所做的研究对佛经以及佛所说之理提出很多的疑点以及修正的意见，最后甚至广义诸经，乃至以整个宗派以及以整个大乘佛法，于是佛教界吹起了一阵大风，大家竞相效学推行世间法以及种种世间之业务，于是佛法更极，这个念极，极就是极数啊，我查过词典啊，极就是极数，这个念极啊，极聚地，极聚就是极数，极聚地啊，俗化或庸俗化，今天你看到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极聚地是俗化，庸俗化乃至作为世俗事业的附庸，台湾省很多就是这样，作为世俗事业的附庸，真的就是这样。众生的性根受到严重的摧残，几乎荡然无存。这一来，故由于专务言说细论的结果；二来，也是由于不善学般若而奢言中观，因而堕入恶取空、断灭空所起之模式。有心真修，亦护教护法者，其三自亦乎？要好好的啊，冷静。有一群呢，专门研究，就是像这样子研究这个啊，学术的、探讨的啊，提出种种的研究考据的啊，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讲了一下，我不想跟他谈啊。他说啊，我们经过了考据研究讨论啊，发现，我说你们发现什么？发现释迦牟尼佛是其实这个人是杜撰的，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是后来自己把他加进去，太神话了。我说哦，哎，你恭维这个呀，连释迦牟尼佛都否定，这个怎么谈得下去啊？啊，就笑一笑。毕竟人家也是学者嘛，哈，啊，也是学者。我们他还有日本的朋友，有韩国的朋友，啊，一些学者，啊，谈到这个，我们再笑一笑。也不能讲什么，是不是啊？连这么至尊伟大的佛陀，啊，经过研究考据，发现没这个人。是虚构的虚拟人物，像卡通影片一样，这些话他们学者讲得出来还真是难，我们都讲不出来。诸位，这个楞严经看看，这一本经典是一般世间人讲得出来这些话吗？这考据的结果竟然没有佛陀，阿弥陀佛，够讲了我就要念出来开了。今天啊，我个公路就
有没有你要出来开咯，真的。啊，不敢说银行没啥钱。啊，有时候受不了这些学者。